这个事儿真的把我吓一跳。你说这小子，他居然就敢对自己的……哎，这炸猪排啊，太好吃了，好吃吗？哎，来，好吃你就多吃点啊。哎，米先生，您跟这夏院长挺熟的是吧？是啊，我们可是通家之好啊。那这事好办了，啊？什么事儿？医药费哪个对折呗？这前两天啊，我们妞妞小姐生病，就在这看呢。 这医药费太贵了，既然您跟夏院长通家之好，那老爷的手术费……刚才谁找我？刚才谁找我？站久了，别着凉了。这次的事情真的很感谢你。 如果不是你的话，不会进展的这么顺利。我们之间永远不要说谢字。感觉好长时间了，我们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安静的待一会儿了。6年，0.3个月。是啊，6年了。 真是弹指一挥间。对了，我们的人在这次手术之后，可能还需要在这里疗养一段时间。春和医院。嗯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夏院长也会帮助我们。可是康复期一过，你就要离开上海了。对，希望不用等太久。 可是，我想跟你多待一段时间。日子还长着呢，不在这一时一刻。可是，我会想念你的。虽然重逢就只有这几个星期。 我一直以为会是我先说出这些话，因为你不说，我还没说，你怎么知道我不说？我选择先说，就是因为我怕留遗憾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有时候我总有一种你是自己人的直觉。凑合。也是，你太善变了。 可有些东西是永远都不会变的。不如你考虑一下，加入我们吧。不如你考虑一下，该怎么好好贿赂贿赂我吧。我可以做饭给你吃，虽然我做的不怎么样。一顿，还是一天三顿？ 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为什么要炸掉自家老宅？我不能告诉你。你炸掉自家老宅一定有原因，你在维护谁？影子到底是谁？冬梅，我是你的上司，我做任何事情不需要向你汇报。何。
何况燕刚已暗已经走进了一个死胡同，难道你连一点危险的味道都嗅不出来吗？我只闻到了嫉妒的味道。赵烈是哪儿来的？嗯。 你大哥真上相。我问你，照片哪来的？这句话应该我问你吧。我是在你家里面看到的。你私自搜查我的家？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禽兽人就是自立群的？我原来在中共上海地下党工作的时候。 跟你大哥做过假夫妻，我原以为你不知道自立群便是禽兽人，如今看来，你什么都知道。我被捕投敌，我贪生怕死，我很配合你的工作，可是你却从来没有让我描述过禽兽人的面貌，而一心想要置我于死地。如今看来，你当日也算是用心良苦，你生怕你大哥的身份曝光。 影响了你的锦绣前程。幼稚。你大哥的共党身份就是你的死穴吧？所以你就是单纯的想他死。司礼群的确是以杀人罪被判入狱，可是经刑事庭审判被判处他死刑，两样都是死罪，都是你干的。你这么说也有点道理呀。 所以那个神出鬼没的影子，就是司隶群。啊，你觉得桂义是什么人？他是桂婉的大哥。我记得，你在桂家也叫桂婉吧？我不稀罕。 他可是民国政府的高官，前途似锦啊。他只是想查出杀死他妹妹的真凶，仅此而已。仅此而已。他现在帮了我们，就不再是民国政府的要员了，而是我们的同谋。他为什么处心积虑的想成为我们的同谋？你想过没有？国民党特务是无孔不入的，这个世界。 强凌弱，重暴寡，没有无缘无故的纡尊降贵，攀亲附势。桂义果决聪明，你和这样的人打交道很危险。小子，我有一段时间会失去人生自由，我和党组织之间信任的纽带断裂。 我的身份在他们眼里变得模糊。其实今天，我跟你说这些掏心掏肺的话，是违反纪律的，因为你的身份才是真正的疑点。我知道，如果不是因为桂婉，我到现在还只是一个局外人。所以说你是没有信仰的。 花了很长的时间，慢慢的去习惯桂婉的离去。现在我又要花时间，去回忆桂婉的一颦一笑，来配合党组织的隔离审查。对不起，大哥，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并不容易。这也是他教你的吧？什么？ 有些人不擅长即兴发挥，而你呢，偏偏是这方面的天才。我在你面前从没装过，装也好，不装也好，总得吃饭吧，菜都凉了。
太有意思了，这是怎么画的呀？一点也不像。其实，我还挺期待你能出现在上面。为什么？榜上有名啊。风险太大。可你脸上的表情可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表情？你一副很享受的样子，不是吗？ 天大的冤枉啊！我可不吃这套。哎，你刚才说到吃饭，我看看这上面有没有我喜欢的菜谱。又给我转移话题，我这里荷枪实弹的打一通，你乱打一枪就跑了。这叫敌进我退。哎，你别说，我还真找到了我喜欢的松鼠桂鱼。我这儿没有食材，只有药剂，你要吗？ 如果爆炸行动出了差错，时间没有计算好，思虑群是很有可能一命呜呼的。到时候你怎么办？你是爱他还是爱我？你简直不可理喻！你以为耍点小手段，在我的背后搞点阴谋诡计，你就能风生水起了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我派人问过房东太太。 他说你下楼接电话，给你打电话的是一位姓王的先生。王先生啊，哎呀，我就是想问问你，上次你给你太太做的那件旗袍是哪家裁缝铺子的？哦，哼，房东，是你杀的？在侦缉处，不怕错杀，凭你。 小委员长训令，宁可错杀一千，不可放过一个。你可别任性，小心点，别掉下来，摔得面目全非。你看看这些花儿，刚刚修剪出来的，才掉下枝头几天啊，就已经不新鲜了。你别糟践我！我要知道的是，给你打电话的王先生那个神秘的男人是谁？ 我要说是桂意，你信吗？你有种去找他惹惹看呢！别忘了你咬着下巴想把自己人的样子。
喂，是司科长吗？怎么这么大的火气啊？我是上海银行的闵经理。闵经理啊，您好。司科长，这四爷的钱，你是不是看你什么时候方便，该结算一下了吧？现在已经欠两个多月了。闵经理，我什么时候欠过四爷的账啊？在我的记忆里面，我与四爷素无往来啊。你和四爷确实是素昧平生，但是你可欠吴营长的钞票啊。闵经理，您是什么意思呀？司科长，不要装糊涂了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。吴营长的钱不就是四爷的钱吗？吴营长死了，可四爷还活着呢。你先后从吴营长那买了50多支枪，而且大半都是赊账。你私下赚了不少吧？我赚了钱，闵经理，就我赚那点钱，完全是在补我们外勤人员的亏空啊。管不着跟我说这些。好的，闵经理，那您给我时间，我再想想。司科长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这个道理能晓得吧？对，闵经理，您说的对，理所应当。您给我点时间，我尽快给您回电。小心点呀！九条，哎，慢，清一色啊，清一色呀！四爷手气真好，什么手气好了？倩倩都跟你说了呀，小心点，小心点呀！有这样的商家，真的是四爷的福气。哎，是吧，倩倩？嗯，情况已经了解清楚了。多少？也就是17-18万左右。嗯。这字里还是够清廉的啊，17-18万都拿不出来吗？这个人呢，非常苛刻，但是生活当中啊，也非常的节俭。但是你说向军寄出，每月也就这一点薪水，要不是别人看在他有个老宅的份上，谁还愿意把枪卖给他呀？嗯。经理啊，你好不好？往后站一站呀！哦哦，好看好看，挡了我的财路了呀！陈小姐呀，我怎么敢挡您的财路啊？你们也听到消息了？听到了，大家都很着急，我们必须在指定时间内搬迁沿海军工厂，确保军事力量顺利转移。还有啊，银行方面我给你时间筹措资金。军工厂搬迁涉及到国家的命令，一点都不能马虎。江参谋长，作战部那边还得尽快拟定出搬迁计划。好，威胁升级了。上方命令，至即日起，各兵工厂尚未组装完成之机器需暂停止，尽量设法改造于川黔两省，必须秘密陆续运输，不露行迹。是。中日战事，犹如箭在弦上。我等责任重大，需殚精竭虑，努力国事。是。上海军工厂是否即刻停工？上海军工厂和金陵军工厂暂时合并，汉巩两厂力谋扩充壮大。军工厂内迁和改造的方案一旦确定下来，必须马上上报于参谋本部第一厅。侦察处的未来作战区域报告送来了没有？报告还没有送来，立马催一下。是。最重要的。还是搬迁路线，铁路运输既要确保交通线畅通无阻，又要做到保密和安全。军用物资投送是兵家的重中之重。诸位，枪是冷的，血是热的，子弹是坚硬的，血管是脆弱的。枪是军人的武器，血是百万黎民的骨肉，
子弹在军人的枪膛里是用来保家卫国的，军械库就是国家军事的主动脉，主动脉一根都不能断。诸位珍惜国家安全，军工厂运输量大，速度快，所以后勤保障也尤为重要，不能出丝毫的纰漏啊。什么时候来的上海？一个星期前。怎么到现在才跟我联络？我身边总有人，而且我还不清楚此行的目的，所以我没有办法，有情报汇报给你。上海地下党从苏区调过发报员过来，不只是想重建秘密电台那么简单吧？刘科长有什么先见之明？不知道。一种直觉，不过需要你来证明。阿玉呀、啊，什么时候上舞台再给我们唱一出《搜孤救孤》啊？哎呦，你别逗我玩了，四爷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现在呀，我妈，哎呦，眼光也不行了，视力不行啊，哎呦，气力嘛也不行了，怎么唱呀？说我呢吗？嗯，变着法的说，四爷老了，啊？这句话我好像在哪听到过。哎，你干嘛看我呀？我也没说过这样的话呀。五爷说的，是五爷说四爷老了。跳牌呀，想什么呀，快点呀。所有营部都将奉命改为团部，没有新增力，只是单纯的改了编制。吴营长的案子呢已经交由南京军法处处理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我已经呈报为吴营长畏罪自杀。他所贪赃的款项已经由刘营长请财务处的人结算清楚了。吴次长主动要求避嫌，在家养病。不过，司令部那边颇有微词，还好，都在控制当中。哎呀，你也懂的，机构间就是这样，斗来斗去。他们机构间相互不合作也就罢了，但是连起码的公理正义都不讲了吗？讲啊，也讲人情世故。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。现在是非常时期，你的处境非常危险。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呢？是啊，他们总是在平衡各方利益，哪怕损害到国家利益，他们也置若罔闻。反正呢，所有麻烦我都替你挡了，牌也重新洗了一遍。你现在就是要集中精力，布置好搬迁计划，人际关系我会替你处理好，军工署指挥中心所有分管项目都要理清楚，时不我待。你是这行的佼佼者，千万不能因为其他事情分心，知道吗？啊，还有，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，你的官邸也要加强保护。还有其他事情吗？
我得向组织上汇报工作，必须的。等命令。命令什么时候到？在路上。 沉住气，我害怕。放心，我会尽我最大的所能保护你的安全。放心吧，啊？他们派一个没有敌后工作经验的人来上海，又不安排具体的工作，只有两个原因。什么原因？第一，你被人认出来了。别紧张。 听我说，认出你的人，也许是你曾经的邻居，过去的同学，或者是曾经仰慕过你的人，但肯定不会是自己人。如果被人出卖了，你早就活不到现在了。放松，来。 近期有大人物要抵达上海，他们不想惊动上海地下党的其他秘密小组，所以派你们来做准备工作。你一定要坚持住，啊！如果你能帮我抓到苏区或者上海的地下党的重大人物，你就为党国立了大功。到时候加官进级，等待你的将是一个锦绣前程。真的吗？ 不过前提是，真的有大荣要来。你的直觉呢？他们派我过来的时候，上级领导并没有明确的任务给我，同行的还有两个内勤人员，但是我跟他们并不熟，所以也不方便打听到什么。而且，在这种时候，任务越隐秘。 你就越不能表现得太积极，或者太好奇。所有人都在等待命令。命令呢？在路上。 小资，哎，大哥，怎么了？你过来一下。你帮我去买点烟丝回来，要颐和烟草公司的进口烟丝。我记得霞飞路的烟草铺子有的卖。好，那我这就去。你去不去？得跟楼下的人说。 愣着干嘛？你又不是我，你没有失去行动的自由。早去早回。哎，其实不单纯是你想见南方局领导。报告。 进来。什么事儿？报军们，有关侦缉处三名特务购买并使用黑枪的全部口供都已经记录在案。他们供出了民间军火商经常交易的地点，一共有三处，只不过都在公共租界，所以我想请示军们。 我们是不是要进行一次秘密的清查行动？除了这三个人的口供，
还有没有其他的什么线索？有，我为了追查吴生峰买卖军火案，派人跟踪了文思义手下的一名得力干将，此人叫蔡鸿生，江湖上都称他为五爷。他是吴生峰生前的长期合伙人，我们发现他已经接手了吴生峰所有的零售军火商，其中包含了日本的黑龙会。现已查明，这个叫蔡鸿生的很有可能已经将一批军火卖给了黑龙会。黑龙会大战在即，这些王八蛋居然敢把军火卖给日本人。老母那边你多提醒点，凡事别让他草率的做决定。是四爷，我知道。四爷，嗯，有件事儿说。刘坤现在跟着五爷正在清理吴营长的旧账，那么黑龙会的账如何处理？再说了，吴长风也是收了黑龙会的定金。这种事儿还需要我再重复第二遍吗？啊，是的，四爷，这我就知道了，您放心吧。五爷啊，咱们就这么把枪支卖给黑龙会，要是四爷知道了，我怕会出事儿啊。会出什么事儿啊？我告诉你，这批货是吴成峰卖给黑龙会的，咱们拿了人家的定金，就该出货，而且黑龙会可是出了比市场价高3倍的价格进了这批货，只要咱们不声不响的、顺顺当当的把这批货出去，从此以后再也不要跟他们有生意上的往来，这不就结了吗？就这一锤子买卖？当然是一锤子买卖，我也爱国呀。不过做买卖就得讲信用啊。跟你说实话吧，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弟兄们。你说大家风里雨里的，成天提着脑袋过日子，不容易啊，是该贴补贴补了。四爷的话你也别当真啊，他毕竟老了，干什么事前怕狼后怕虎的，现在都什么世道了，要想办大事必须当机立断，知道吗？放心吧，不会出事的啊。今天晚上找几个可靠的弟兄把货出了，我们就不用出面了啊。不行，你马上再给老吴那儿打个电话吧。怎么了？直觉不大好啊。那这个电话还是我来打吧，我是水警署的，去哪儿也好有个照应。必要的时候警告他一下，千万别胡来，我可不想成为国家的敌人。四爷您说笑了，我这就去办。文思义知不知道他手下在干着卖国的勾当？今晚你采取秘密行动，在现场能缴多少军火就缴多少军火，对于黑龙会的人格杀勿论。是。队长，身处租界，行动必须要保密，速战速决。是。报告军门，军工厂的武器设计师已经来了。在哪儿呢？在会议厅。走，咱去看看。走。这是德国毛瑟枪。
行动。安保啊，有时间再来。哎，先生，您需要点什么？必须走，出去避避风头。那什么时候能回来？时过境迁。也不知道是好是坏。Lucy，今天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。总之，就是感觉不太对。你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吗？我明白我是谁，生死皆如轮回，沉默是否我看见光。